好，那我们再来就来点附魔吧。不过我附魔我现在的铜币只剩500万了，不太确定能点多少。我又准备了多少个莫拉硬币啊？怎么找不到莫拉硬币了？800个莫拉硬币是，可以点160次，160次的话是要800万，所以，不止160次，是点200次，所以我的钱是一定不够用的。那我们就来附魔吧，不管了。附魔往上附的话，今天的这个要求是，可以把这个盾先穿上去。因为它是跟着你的那个格子的，所以不用担心说不能做后续的使用。我们现在要求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，我想要把这个尖锐往上洗，反正就洗啦，看看尖锐能不能洗出斗志，因为斗志比较有用。对我来讲的话，因为我现在不是敏爆期，所以这东西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作用，或者是把这个洗成。我们更想要的辉煌祝福，这个其实就可以不用洗了，反正就是把等级往上洗。那这尖锐我基本上就放着，先不，尖锐其实也可以洗，洗这个跟这个吧，洗这两个为主。我想往攻击属性上去洗了，因为再来就快70等了，所以往70等上去之后，这些属性我们就会慢慢的把它给换掉。好，那就来。那基本上洗附魔是这样洗的，就是有需要的你就先放着，那你基本上不会让它洗到太高去。就是到了10等哦，如果还是没有你要的就放着，因为70等会开后面的等级，这等级是你可以继续往上升的。好，这边可以，这边有。好，70等以上之后是要附魔到20等，所以你可以上去了之后再慢慢洗，反正也不急。OK， 那我们就出发。先洗哪一件好嘞？这里好了，这里反正离十，不对，它已经十了。那这条不洗，那洗这个，十了就不洗啦，因为你那样子洗意义不大。我们不是课长，没有那么多资源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一来就跳礼包给我是怎样？平民斗志。继续洗，这其实都不用太管它哦，就是这东西就是闭着眼睛一直按到它出特殊属性再说。那打勾不要点掉，避免你不小心把特殊属性洗，重要的特殊属性洗掉。发现我前面点东西的时候少了一个味儿啊，还在想是什么呢？原来是没有声音啊！难道就是没有声音？我刚刚那个噔噔才噔，直接全部上去吗？就这样一直点，不用管哦。然后一直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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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十之前都可以一直点。那反正13次之后会出一条磁条，希望那条磁条出的是要的东西。是你妈斗志二，我要的是斗志二，没错吧？斗志二，操你！那这东西就不管，我们就洗上去。魔力是不可能存的啊，对我们来讲，对，没有用啊。继续往上，是怎样？怎么出民工啊？小草看到这个民工，头一定很痛。再往上，反正我们就把它点到十等，没有要的斗志，有斗志也存啊，反正。怎又魔力啊？
疯了啊！我们剩14次机会了。又民工啊！吐了。其实我出蛮多那个词缀的。好，就放这里。这不能再点了。这个等我们升上70等之后再点。那再来点这里。但我的钱已经快没有了。等一下我们再变个魔术，把钱变出来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往上点，哇，一直出民工，这点起来真的好贵哦。这从2变成1，这是不可能存的，不理他。没有了，好，去变个魔术哦，大家等一下。OK， 我们这边把它变回来了，变出来了，我们就再点一下，还是我们改一个啊？这边不能点了，这个也不会点了。祝福二应该也不会点，然后这个辉煌二暂时也不会去点。因为这虽然这有一条属性错了，可是辉煌二实在太强了。那我们就只能继续点这个了哦。希望点到点完这些之前，我们还可以再点出一条药的这个属性。防爆不是没有用，只是它没有血量，就它没有祝福，那个叫什么？它没有辉煌这么的泛用。就这样安静的点了十几秒，哦，看来是要直接等保底了。保底直接出奇迹，把如果对这个附魔不太懂的，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，其实讲的应该蛮详细的，到底哪些职业要哪个特殊词条都有讲了啊。平民一哦。这也不可能存，我们要就是平民二，然后直接挂一个那个石头转上去。哇，我也附魔500次了，好硬还怎么样的哎？辉煌一哦，我想一下，辉煌一跟平民二，我要哪一个？生命上限4，辉煌一跟平民二。我好像想要辉煌一耶，4%跟4%治疗效果，我要辉煌一。那我们还有18次可以点，就把它点完吧。刚好点完差不多没有钱了，把今天铜币全部花完。好，就长这样。那我们这样其实也点完3件了，点完4件了，其实已经点完4件了。下一支影片的时候，我们就点这两件吧，或者是就等70人的时候，直接往上继续往上点上去，应该就会是这样了吧？我应该没有。其他的东西可以用。那既然这边都弄装备附魔了，我们就把改造也改一改好了，改一改看一下。把东西往上改一下。这装备大概还可以用7-8天，所以然后加上这个目前看起来50级的装备，虽然可能后续没有太大的作用，
我们就再往上改吧。想改鞋子已经改完了。应该是直接按到下一阶。哦，直接升一个上去了。对比。57250。还要改吗？这样好像可以不用改了。我再改。改这个。这其实这属性其实不错。哦，又一个满的，好，那这件也先放着，它是可以再往上改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它最多是到这个1%嘛，然后650，然后这个。哦，这不错，这条不错。有多这个减伤趴，然后血量也有上去。那我们这个也改一下。血量好像往上。18。应该就会在这件上面去做最后的比拼的。想要多一点点血量，是不是刚刚那里就应该要停了？暴击防护，蛮幸运，我们就把这个改完吧。如果没有改到我想要的，我们就改到巫师魔法防御没有用啊，灵巧也没有用。27又是一个巫师魔法，好像应该停在前面那边，没关系，有体质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应该还可以。之后需要再来改。血量是有变多的，因为这是我的，这还不是我的坦的那个天赋，坦的天赋比原本最开始的时候多了2000多滴血了。然后如果是拿枪的时候，也不错，21000滴换回这个，这样子也比原本多2000左右的血量。整个其实就是一个大提升啦。那这两支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啊，之后应该就是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，我们会发一次像这样子的提升影片。下一次可能就会是在，应该会在70集以后了吧？70集以后要一次性去做大提升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去做提升。那这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